壁顶拢会涉水落来，这是国体地下室的停车场，即马拢全水。那么多，哦有鱼耶！对呀、啊，所以不会滋生蚊虫，是因为有孔雀鱼的关系。哦，这是我们后来放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它自己滋生的。哦，对，所以你看很多。提管啊，凊彩好者，就好几落只孔雀鱼。这是伫嘉义临沂新村的国体地下停车场积水的问题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到即马也无法度解决。我刚搬回来这边四五个月，刚整理好，嗯，然后里面真的壁癌真的太严重了啦，嗯，又湿气又很重。进前遮还袂做排水的时阵，那袂狂安尼，遮是拢会淹水。哦，淹起来的。嘿，淹起来，恁那迄学堂的恁那轿车的恁那都会淹到恁那顶头。一批国体拢总有七栋，有300户，但是因为关系分治42年，国体管理权无统一，地下停车场的用户属于嘉义县政府，国体管理是嘉义市政府。民意代表反映，官府都用抽水机先做改善。市府目前已经有委托厂商来辅导民众，协助来成立管理委员会。那未来公务处也会极力的来督促厂商来完成管理委员会的筹组。市府按算讲要辅导因成立管理委员会，申请中央的补助经费来改善，和临沂国体地下室的问题会当解决，和住伫遮的人有一个清气的环境。民视新闻嘉义报道。